住落嚟咧就係呢一個，我未開過，做咩攞走俾你？黐線啊！我癲咗，哇！真係唔係講少啊，兩個半鐘。姐姐，我已經好耐冇開過三個鐘嘅直播啦，今日真係有破紀錄啦，真係我用係咪？謙謙，多謝你。啊，你真係好啊，有個肯幫我留 good review， 真係好感動嘅69個，你哋真係啊。嗱，呢一個咧，我俾你哋睇睇先嚇，佢係咁樣樣嘅，呢個特別包裝。點解要咁樣特別呢？曹博士呢個人真係好不得了，佢除咗要求佢嘅品質之外，佢個設計都要一流啊！點解咧？點解佢要咁樣做呢？因為其實佢要 keep 住佢個活性。佢呢一個咧，你其實你會見到咧係咁樣啊嘛，係咪？其實佢呢一個蓋咧係一個真空嘅壓縮器嚟嘅。咁然後咧開咗之後 ，make sure 你個最新鮮嗰個活性就會喺你呢一個泵泵度攞出嚟。咁呢一個咧係用8日，其實咧你會見到佢寫住係8日嘅。8 days， 佢系一个纯维他命 C， 但系你哋记唔记得我阿博士呢个劲嘢，42年研究呢一个维他命 C 嘅稳定性。咁上一次个去班商咧就系7% 嘅维他命 C 啦。咁而家呢一个咧雪肌去班呢、這个唔系雪肌去班呢、這个叫做咩？呢、這个叫做白天去班安瓶。咁呢一个咧其实系用咗13%，即系浓度比起上次更加高。但系你敏感皮肤都用得，所以放心，大家买普通嗰啲维他命 C 同呢个维他命 C 绝对唔一样啊！哦，嗱，入边咧仲有一个，仲有一层封住咗嘅，帮我开咗佢，唔想整崩我啲指甲。啲皮肤咧而家咧真系好紧要，我觉得好靓。好嗱，跟住嚟落嚟咧，开咗咧就直接换咗佢。咁你抽佢出嚟，头先咪用咗个咩嘅？头先咪用咗嗰、那个。噴霧嗰個貼嘅，咁咧你即時咧就可以即刻搽一支呢一個上去，搽8日，朝頭早搽，搽得眼。如果你眼蓋呢啲位有斑咧，有色素咧，你都可以搽。下邊呢啲位置咧有斑咧，荷爾蒙斑你都可以搽。佢呢個濃度係去到13% 咁高，但係呢一個咧係我話俾你知，如果你今晚好多嘢你都係覺得你已經有，你唔買咧，其實呢支你一定要買，因為你一定唔會有。呢一個咧係42年嚟人哋去研究咗佢個穩定性。然之後仲要13% 高純度，而且佢個價錢真係好吸引，真係好吸引。佢真係強力去斑，同埋真係嗰啲叫做咩咧？濃度高、穩定性高，唔會敏感皮膚唔搽得，敏感皮膚搽得，跟住係溫和嘅。咁佢會跟住我哋嗰個新陳代謝咧排走曬啲毒素。跟住仲有咩咧？高光金肽，頭先噴霧嗰個咪有高光金肽嘅，呢、這個入邊都有高光金肽。系，喂，好劲啊 ，Venus， 多谢你系咁留言啊！呢、这个就系、是，其实我都系觉得呢一款咧系敏感人士，敏感嘅皮肤你好想搽啲维他命 C 啦，或者系想搽啲去斑嘢，其实好多时你搽唔到啊嘛。咁但系呢一款咧，我话俾你知，120% 你可以搽，因为人哋真系用咗咁多年几廿年嘅时间去研究咗佢个稳定性出嚟。佢个稳定性系有啲乜嘢用啊？佢真系话你搽咗几浓嘅嘢，咁当然佢哋有个限制啦，即系佢研究出嚟，佢唔可以100% 俾晒你，咁啊搽完之后自己乸死。但系呢个唔系，呢、这个就系佢因应咗佢个配方嚟到做，所以咧你会见到搽完之后咧，成块面咧系立立令嘅，真系令到不得了。呢、这个如果朝头早搽，跟住 on top 再搽个精华面霜咧，搞掂晒，真系好靓。如果你哋唔靓，翻嚟话俾我知，我唔惊，因为我未惊过。全部所有嘅产品，我可以好大声话俾你知。总之你跟住我。正確的方法去使用，你是不會不靚，是冇可能不靚。睇下呢度咁多人靚唔靚啊？大家話，大家話靚唔靚？我要等你哋，等到你哋答我為止，因為我呢度萬幾秒，大家要同我答我靚唔靚？有冇人答我靚唔靚？快啲答！我睇唔到啦，因為我未睇到啊。我有一支自己開咗用緊㗎，你幫我攞過嚟啊！我再開唔得啦，又唔咩啦 ？Beautiful 靚，你睇下個個都話靚，係咪先？我冇嚇你哋，真係堅靚，真係要靚。你见唔见到啊？搵唔搵到？定系我已经开咗，唔知摆咗喺边度咧？其实咧，我哋圣诞节咧最紧要就系，我觉得好多人可能唔系点化妆，我就自靓嘅我，大家都要靓啊嘛！你入得嚟呢度，梗系扮靓噶啦，系咪？啱唔啱先？你入得嚟呢度睇得我直播，你由8:30睇到而家10:09。你一定是為了靚，你如果不是為了靚，你點解要聽我講咗幾個鐘？我唔攰，你都攰啦，係咪？所以大家靚係最緊要，最緊要你用完嘅嘢，你係其實唔緊要問，
因為其實我不介意你哋問，只不過是我有時太忙，唔記得咗覆你哋咧。其實大家都不要介意，即係 Annie 成日都會問好多嘢，但我又成日都唔記得咗覆佢，我真係好 feel bad 啊！我對唔住我真係好 feel bad， 因為我可以做的就是我盡量早少少起身去拍片。咁但係拍片你知道我有加字幕啦，跟住之後加完字幕之後，仲要加個 banner 上去話俾你知呢個係咩產品啦。咁啊有個 description 出嚟話俾你知係乜嘢嚟噶啦。咁啊其實有拍片咧仲煩過做直播，老實講，你要後期嘅字幕。各樣嘢其實真係幾煩，咁但係如果直播好簡單，我睇我直播睇到涼都未沖，咁你睇埋啦，差唔多啦，仲有兩件啫。Maggie 好緊要啊，呢個新 fans， 我仲未食飽，肚餓 ，Oh my god！ 得，俾多十分鐘我 Pascal， 即刻俾你出去食飯。好，哇，真係好緊要。